哎，没没，必须让小雨减肥了。是穷啊！哎，胖子啊，要说您身体啊，真够虚的，以后少吃点啊。这跟吃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您一吃多了不就胖了吗？一胖啊，这人就容易虚。这孩子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没办法，我这人啊，就是比较直。这岁数大了，不是。您这岁数大，你也不能歇八回。我以前不这样，这不是又累又急又慌，这不赶一块儿了吗？我不是这个小雨，这小说话，您跟这慌什么呀？有幸亏没出事，这要出了事，咱那个明星小区可就泡汤了。哟，哎，小雨不是没出什么大事吗？那幸亏没有啊。哎，要说也是。咱这运动器材啊老出问题。哎呦，这厂家也太不像话了，这说好了给维修的嘛，这是。哎，那您就没责任。嘿，你别说，这孩子说话还就是直。你等会儿。妈，你说我会不会成瘸子？瘸什么成瘸子？受这么点伤就成瘸子了？那大街上得走多少瘸子呀？试试。可刘星说没准啊，这就得给砍了。甭听他瞎说，什么就砍了？现代医学别提多发达了，过去战争年代打仗的时候，脚上中两个子弹都不至于把脚给砍了啊。没事啊，甭听他吓唬你。妈，我觉得这事儿是管理员的责任。什么管理员责任？跟人管理员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不是？就是，这第一啊，主要是器械出了问题；第二呢，也赖他们自己太不小心了。刘梅，哟，刘梅，快点来哟啊！坐坐坐，来探望探望。坐下，不坐不坐，坐下不坐了。这个小雨的医药费啊，就由我们物业公司出了啊。哎，别介，那干嘛呀？就是，不合适，怎么都是在咱小区出的事儿，我们呢也有责任啊。再说了，没多少钱，我们物业公司出了啊。胖子，胖子，我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。笑什么呢？笑什么呢？跟神经病似的啊！综艺做了吗？你做完了？做什么完了？我怎么不信呢？哎呀，我真做完了，我骗您这干嘛呀？你啊，你做完了也属于应付的，应付老师，应付家长。嘿嘿嘿，你这还叹一声气？你叹什么气呀你？啊，我这还没叹气呢。不管我再怎么做呀，我都是活在小雪的阴影下。我们生活在你的阴影下还差不多，还活小雪。真是。哟，大婶来了。刘梅，哎，是不是跟我商量那个选那明星小区的事？坐着坐着。哎呀，你们家下雪呀，是真有出息呀。您算是说对了，我活得太有压力。不光你，连胖婶我都有压力。您跟这凑什么热闹？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您没礼貌，什么叫凑热闹？得理他，没事儿。这刘星的话再难听啊，他也是当面说啊。胖婶，我能接受。啊？哟，我听着您是可是话里有话。你们家下雪的文章啊，看上报纸了。幸福街小区的健康乐园早就存在隐患，刚刚一年就事故不断。昨天一名儿童就因器械故障险些酿成残废的悲剧。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啊，我又不能接受。而且那天我说了，小雨这医药费啊由我们物业公司来出。是啊是啊，这要是平时啊也就算了。是啊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叫平时就算了？哎呀，这不正赶上评明星小区的时候吗？所以今天啊，我来郑重声明一下啊，咱小区如果能顺利当选，不是某个人的成绩，是集体的功劳啊。这荣誉的是咱小区的。咱小区代表什么呀？代表咱们区，知道吗？这荣誉是区委、区政府和全区人民的。是是是。而且这次评选的意义啊，是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小区的典型，让大伙儿都学的，从而呢也就提升了北京的形象。
哦，是是是，哎呦，这意义那么大呢？当然了，这也是为了2008年做准备呢。啊，北京啊是首都，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，是中国的窗口啊，对吧？你说2008年，这世界人民全来了，这就等于中国在世界人民眼里的形象提升了嘛？哎呦喂，这意义可越听越大了哎。你回来了，哇，回来了啊！大家好，哎，小爱鹏等了，没事，换个药去。爸，我站小雨进去吧，您赶紧看那个吧。小雨啊，把小雨这事全抖了出去了。慢点。哦，嘿。这小雪还真有点记者的素质啊！不管你素质不素质，他这么弄啊，有点太过了。啊，过吗？他这不是给那个运动器材厂提个醒，让他搞好售后服务吗？也给咱小区物业曝了光了。没有吗？什么没有？这次评选啊，咱们健康乐园本来是优势啊，这一出问题，这优势变成劣势了。没那么严重吧，胖婶？怎么没那么严重啊？这不明摆着吗？说我们物业有漏洞吗？哟，胖婶来了。小雪啊，过来。你看，这是你写的？对啊。还对呀，谁让你乱写的呀？我这怎么是乱写呀？我就生活在这小区，受伤的是我弟弟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是，不是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啊？你不知道现在马上要评选明星小区了。您仔细瞧瞧，这篇文章不是针对咱小区的。哎，你说这孩子现在，对不起啊，胖婶，你看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懂事了，就惯的。他哪儿啊？啊，你们家下雪啊，还真有出息。小雪。出去给胖婶道个歉去，快啊，快！我凭什么道歉呀、啊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刚才那态度。那是他应该给咱道歉。小雪，你看你说你做的过分不过分呢？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咱们小区正准备评选什么明星小区呢。你在这时候你写这么一文章，多不合适啊！我怎么了？我针对的是运动厂家，又不是咱小区。来，胖婶，喝点水，您消消气儿啊。我呀，消不下这气儿。夏东海，你可是一明白人，我最恨的就是在背后捅刀子的人。瞧瞧，你这话都说哪儿去了？这是什么捅刀子？有意见，咱可以当面提吧。啊，我要是不接受，你再使别的伎俩不也行吗？对吧？您这话可真说中了。你说一个小孩子家。他认为他做的是件好事，还觉得特正义，他哪有那么复杂呀、啊？还给你捅刀子使伎俩，你可不能跟孩子这么一般见识啊！甭管你针对的是谁，问题是就对咱们小区的影响就是不好。乖啊，乖乖，出去给道歉，说声对不起就完了啊，好孩子。我没错，凭什么要道歉？气死我了！再说了，这文章他对这次评选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。啊，还没什么太大影响啊？这文章里小区的名字都写得清清楚楚的，哎呦，这还影响不大？哎，胖婶，刚才啊，我在屋里跟孩子谈了谈，其实啊，他挺难受的，也特别后悔。他这不是让我出来，说让我先替他给您道个歉。啊，这，哎，行。你孩子嘛啊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得赶紧回去开会，我得商量对策呢。我妈，您凭什么替我道歉呀？胖婶，我觉得我做的没错。行，你没错啊，都是我错了啊，我呀给你道歉，我给你们全家人道歉，对不起啊，我走了我。哎，胖婶你。哎，怎么不做作业去啊？老师没留。说瞎话是不是？老师怎么能不留作业呢？谁说瞎话了？
我知道您看我不顺眼，我承认我不如小雪还不成吗？所以你别提他行不行？提他我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你们啊，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妈，我觉得呀，小雪这事儿啊办的确实不怎么样。哎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咱小区一落选，嗯，咱怎么向大家交代呀？哎，我刚才看见胖婶了，嗯，这刚几天呀，他就瘦了一圈啊。我觉得呀，咱真应该劝劝小雪了。哎，我听姑爷说了，嗯，说只要啊小雪写一份材料，承认上次那个报道啊是个误会，就没事了。误会？哎，也就是说啊，小雨呢，要是因为那个器械出了毛病，才磕伤的脚。那物业肯定有责任。如果要是小雨自己磕的呢，那跟谁都没关系了嘛。但当然了，小雨的工作我来做，一旦小雨一翻供，哼，小雪就得老老实实的向胖婶道歉去了。咱这也是为了咱小区嘛。啊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我这就办去了啊。妈，一定不紧张啊，我去看。进来也不敲敲门啊，说吧，什么真相？不是我要跟你说，是小雨要跟你说。我这语气怎么说来着？那好吧，那我跟你说吧。这个小雨的脚受伤啊，和小区里的运动器材的故障啊完全没有关系，是他自己摔了一跤把脚摔坏的。我也觉得呢，可器材确实是出了问题。这个反正你这个器材出了问题和他这个脚伤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我不信。小雨是这样吗？我真刘星啊，要不然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想和小雨单独谈谈。别谈，什么也别谈，我不想跟你谈。我只是想了解一下那天出事故的全过程。那你还是跟我了解吧。对，你跟他了解吧。那好吧。好，那咱们出去了解。是你帮小雨撒的谎对吧？对啊，这主意是我出的，承认就好。哎，你别走啊，你不是还要向我了解情况的吗？了解完了。哎，你是较什么真儿啊你？哎，我这哪是较真儿啊，我这是坚持真理，知道吗？爸妈，你们出来一下。哎，妈，干嘛呀？我想问你们点事儿啊。你说，刘星帮小雨说谎的事儿你们知道吗？啊，说什么谎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怎么回事？妈，您呢？啊，我啊，我有什么呀你啊？啊，看这样子你是都知道是吧？真行哈，合着你们这是串通一气就瞒着我。没那么严重，夏东海。他是这么回事，刘星啊给小雨出了一主意，就让小雨啊承认他那脚啊不是人家器械给弄坏的，是他自己不小心给弄伤的，这不就跟胖婶没关系了吗？跟咱小区的管理不也没关系了吗？我这还没同意呢，他这说法也没反对是吧？睁只眼闭只眼是吧？行，真厉害，终于把你妈给牵连进来了。你太厉害了，你是江湖我大哥。哎，我好汉做事好汉当，跟我妈没关系，有人在这冲我啊。你这样还好汉呢，我看呀是个小丑的差不多。怎么说弟弟呢？他什么他，你给我坐着。哎，说吧，你想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啊？就这么办呗。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只好这么办呗。跟你说中国话怎么那么费劲呢？哎，你能不能说一句简单易懂的完整的中国话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
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比如说万一咱们这小区这回落选了，这对胖婶是一个多么多么沉重的打击啊！我这么做呀，往近了说是为了咱们全家，往远了说呢是为了咱们全小区，再往远了说呢是为了咱们全北京，再往远了说呢是为了咱们全中国。谢谢你，你怎么没说为全世界？哼，那照你这么说，合着我还委屈你了？嗨，我受点委屈也没什么。真大事！哎呀，爸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咱们呀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吧。哎，我呀还替小雪写了一封道歉信呢，您看，您看，您看。嘿，你倒想的可真够周到的，还替小雪写道歉信。嗯，您怎么样？别说，你这道歉信写的还确实让我有点佩服。是吧？你这编瞎话的本事确实有点出类拔萃啊。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您要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您就应该高兴了。啊，我还应该高兴？对呀，您就应该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文学天赋了。哦，对，编故事也算文学天赋的一种。是吧？谢谢老板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你给我坐那儿，坐下。你是至于吗？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全小区嘛。啊，我以后不会来不成快来看，快来看，来了满了，看不见了啊！快来看，快来看啊！干嘛呢，刘星？嚷什么呀？小雪又发表文章了啊！哈。曝光之后，嘿，这回啊肯定得把胖婶给气死。嗯，这就是那后续报道，全是猛料，更加尖锐和深刻。夏东海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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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看看，你闺女又写文章了，这次好了，矛头直指胖婶。啊，是吗？说这孩子，你看那胖婶怎么办啊？人家兴师问罪来了，怎么办啊？怕什么？怕什么呀？孩子也没什么错。再说了，胖婶确实有点不虚心。嗯，是。那我到底开不开呀？开呗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哟，胖婶，您怎么来了？哟，我怎么不能来啊？不欢迎我呀？啊，没。下雪呢？啊。他那个放学还没回来啊？对，您有事儿 啊？这没什么大事儿、啊。我呢，代表物业公司向夏雪表示感谢来了。啊，感谢啊？为什么呀？他给我们提出了中肯的批评，这样我们的工作呢才有大大的提高。他希望以后啊，他多给我们提出批评来，这样呢我们的工作才会有更大的进步嘛。胖婶啊，那这么说，小雪写的那篇文章，没对咱们评选那个明星小区有什么影响？没影响啊。评委说了啊，这责任都在运动器材厂呢。而且呢，这个运动器材厂的领导也说了啊，这个事儿呢，他们一定负责到底。还有啊，这个电视台的记者来电话了啊，说下午要到咱小区进行采访呢。是吗？怪不得呢，怪不得您今天这么高兴了。不是吗？你看，哎，你们俩是怎么了？没事。啊。胖婶啊，您看我们这孩子太小哈，这小雪确实不太懂事，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说这话不爱听啊，你说胖婶我是个人吗？我是那么小心眼吗？你看我这心宽体胖的，我什么都不往心里去。我这人最大有一优点啊，我最喜欢人家批评我啊。有一次我过生日啊，哎，我那些朋友问我胖婶啊，哎，喜欢什么礼物啊，说来给你买啊。我说不用，买什么呀？我说你们每个人一人给我提条意见，给我提条批评意见，哎，这是对我生日的最好的礼物。哟，胖婶，那好了，那您看这个，您今天生日啊就不要礼物了，这是小雪啊送给您最好的礼物。您也送我礼物啊？还得罪我，你好好看看我。哼，
这胖婶你没事吧？去胡什么呢？胖婶怎么会有事啊？胖婶这心宽体胖，心胸多么开阔呀、啊！就是啊，你没听胖婶刚才还说，就喜欢别人给提意见，是吧？是吧？是。你在做什么？什么做的呢？